请看新兵进行曲。想到拯救了元昊这一队的竟然是爱情，在这里马上可以得到一个拥抱。干得好，会，我不要你的拥抱。喂，哎，爱晨，爱晨，耶，拥抱，哎，欢迎大家，他在拥抱，哎，在我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很多男生哦，他还是穿着拖鞋，还是木屐之类的。什么时候放有时大寿？欢迎收看《新兵进行曲》，社会来黑黑。整个精神都好，对呀对呀。两位辣妹，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啊，像在这个暑假没有夏天有没有去哪里玩？对，我表姐从美国回来，我有带她去淡水。哎呦，对，淡水老街去走走，渔人码头，对，就买铁蛋啊，阿给这样。阿给，而且呢，其实淡水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口，真的真的，古色古香啦。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棒。乃真呢？乃真啊，我最近有去白沙湾。哦，白沙湾有什么伴手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石花洞。哎呦，哎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在白沙湾住了四年，有时候夏天的时候，那个季节到的时候，我还会跟隔壁的阿妈潜水到石头边去采石花草。哎，你每次讲的你都很像王子的生活啊。没有，就住在那里四年，我想去潜水，感觉没有去潜水，然后去拔一些石花菜啊，然后上来之后还要晒太阳晒干，哎呦，要晒了好几次。哇，它可以喝起来口感滑滑顺顺的，有点像果冻，有点像爱玉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对对对，有点像白沙湾的白沙湾特产。对对对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去买过什么伴手礼给大家？最近啊，我最近都在屏东，我有去屏东啊，屏东有什么？屏东椰子水啊，没有，他最近清凉腿，我你也常喝。真的那个屏东哦，那个路边的椰子水又纯又甜，而且它真的是可以退火。那我可以请求你们一件事情，下次回来的时候背着椰子回来。对，那你有直接灌装的，干嘛背椰子？今天呢，我们要考的题目就跟这些息息相关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考题有哪些。Yes。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答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。战火连篇的时代缔造许多英雄豪杰和军事策略，其中以36计最厉害，但你知道36计有哪几计呢？现在请你配配看，对对看。记忆大考验，黄金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的元昊，漂亮的乃真，还有以及我们的爱晨，哦耶！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漂亮的香妮，以及我们的林兆元。是的，今天两位来参加我们记大考都是美女来的，哎呦，而且都是有智慧的，而且都是配帅哥。什么？哪里？在哪里？对不起。为什么你会？请你自重，请你也自重，请你量一下体重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记忆大考验要考的是什么呢？非常的简单。什么呢？36计，应对物品翻牌。啊！我以为36计后面要写走位，走位上上策，那是其中一计。嗯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出现的是两只脚，那就是走位上策。是有一点点难，但是如果今天上完了这一课，每个人呐、都长智慧，真的。哎，是的，那就请我们的彤彤队准备继续翻牌。哇，很有意思的题目哈，好难哦。来，彤彤队请翻牌。好难哦。哎呦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36计，你到底知道哪？的题目哈，好难哦！来，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好难哦！哎呦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好难哦！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不难，很难哦。好，元昊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Let's go。哦，那有什么东西呀？偷梁换柱，偷梁吗？答对，哎呦，
尿壶里穿。哎呦，上当了！要淹要下，要下要下要下，鱼啊鱼啊鱼啊！错，空城计，空城计，空城计。水蜜桃，那个桃太郎，桃太郎，对对对对对，错了，哎呀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长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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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加油！右下右下右下，笑里藏刀，错，笑里藏刀，在这边吗？答对，树上开花，答对，关门捉贼，门答对。男生，你好厉害，不错，哪一首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拯救了元昊这一队的，竟然是爱晨，真的哎，真的。在这里马上可以得到一个拥抱，对，干得好，退，不要你的拥抱。你们哦，这一对哦，应该是黄金组，神经病，配合得多好。是，元昊完全没有看乃真哎，他可以得到一个拥抱，乃真直接，喂，这有多可怕？元昊队这一回要用到的时间是1分08秒。36计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计，有很多小故事，好不好？趁火打劫。趁火打劫的意思是，当敌人遇到困境、面临麻烦的时候，我方就要趁此机会进兵出击，制服对手。后来常形容趁人之危，大捞便宜。哦，笑里藏刀。牙医。我站过来这边。牙医跟我说不会痛，不会痛，你乖哦。好像没错。每次都这样，我现在怕牙医了。各位，树上开花，有人知道它的意思吗？树上开花是指树上本来没有开花，但可以用假花朵粘在树上，做得和真花一样，让人真假难辨。意思就是说，用虚张声势的方法，让弱小的自己看起来非常强大。元昊队表现得非常不错，统统队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现在马上攻守交换。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，第一回合现在攻守交换。元昊队，请准备进行翻牌。Let's go！ 完蛋了，紧张。元昊队，请翻牌。我已经，什么东西呀？五秒，四秒，三秒。2秒，1秒，时间到。好，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Let's go。好，刀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借刀杀人。错。有。快快快快快！上玉呗。那是玉。啊，我拿错了吧？哎呦，你没有拿到吗？错错错错错！我翻错了。上面上面顺手牵羊，哎呦。隔岸观火，错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不对不对，杨北北打草，打草惊蛇，那要有草喽。釜底抽薪，错！要青草喽。蛇蛇蛇蛇，蛇属阴，蛇属阴。看到，脏话。隔岸观火，错！隔岸观火，答对，错！答对，打草惊蛇，答对。哇，玉，错！哇，头上有一个哪里呀？蛇蛇。这里吗？苦肉计，苦肉计，苦肉计，恐龙最会用，恐龙最会用的苦肉计。刚刚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指桑骂槐。桑葚。这是那个小白鼠。苦肉计答对。我是小白鼠。门天过。啊，不对不对，门天过海在上面，门天过海在上面，门天过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门天过海答对。锅子锅子锅锅锅锅锅。釜釜底抽薪答对。玉，错，快一点，那个人，那个，那是那个，下面下面，我终于赢玉，耶，耶，我们得到拥抱，耶！你们这些人答题不好，答题还想要奖赏，对。
有几题你是应该要对的啊，对了，好不好？我一直翻错。不过那个香银，大家看到了哈，以后尽量不要跟他同一队。哎，我至少我有翻对吧？你翻在哪一个？紫桑啊，桑哦，紫桑嘛，对啊，还有那个。骨肉计，跟大家宣布一下，统统队这一回用掉的时间是1分16秒。我个人觉得其实也不错，因为这个题目稍稍有一点点难，好不好？稍稍有一点点难，但是呢，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成语。各位，抛砖引玉。另外一个36计中常用的计谋为抛砖引玉，砖是代表价值低的东西，玉是代表价值高的东西。意思呢，就是制造一种假象，使对手以为我方手里的砖有着重要的作用，从而引出对方价高值优的玉，进而夺取或消灭。了解，隔岸观火。哎呀，隔岸观火可说是36计的高招啊！在敌人内部发生分裂、秩序混乱时，我们在旁静观情势继续恶化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在成语中引申为见人为难却不去救助。大家是不是都这个成语都成长了许多？是的，统统在用了1分多钟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。我们紧接来到第二回合。台湾各乡镇不仅风景文化不一样，就连伴手礼也不尽相同，成为独特的地方名产。爱吃又爱玩的你，可以帮忙连连看配对成功吗？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，在这边先问大家一下，平常大家应该都有旅游的习惯，从小大家或许会去过很多地方，对，台湾国外都一样。各位有没有人有带回来比较特别的纪念品？伴手礼也可以。伴手礼也可以。伴手礼就宜兰的话会买那个牛舌饼啊。我有说过比较特别的，什么？埃及的金字塔。你怎么可能？模型。那我去美国，我有带自由女神。哦，也有，对。我也有说过巴黎铁塔。现在大家要比是不是？等等等等。还真的，像台东就世家，然后去巴厘岛就会买竹编包送朋友。啊，对，或精油。对，乌布。我也记得艾辰啊，上次从那个马来西亚回来，有没有就带肉骨茶？但是都被一个人拿走了。对，都送给香池。我也没拿到，我没有拿到。我带了20包都给香池拿走了。乱讲，而且艾辰他就是因为要办护照，真的回去马来西亚，真的，一箱一箱的带那个肉骨茶给我们吃。新加坡是不是也是肉骨茶？新加坡也是肉骨茶吗？新加坡也有，味道不一样，是吗？马来西亚是药材的，新加坡是那个胡椒的。对。我们的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呢，就跟这些有关系啦。紧张哦。紧接着，第二回合要考的就是各地著名的伴手礼。对应记忆大考验啊！好，统统队，请准备进去翻牌。记好啊！好，一人借三题就搞定了。啊！统统队，请翻牌。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时间到。出来！我的妈！好了吗？一号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哎呦，元浩，靠你喽，元浩 ，Let's go。哎呦，铁蛋淡水，水，北埔柿子饼，元浩果然是旅游家，错。东港出黑尾鱼，出美女，一只小雨伞，嘉义红看的，对啊，今晚就是这是高粱。金门高粱酒，西罗，你加油，加油，不是我，加油，要加油，太阳饼，哎呦，木鸡，要，荷兰，对，荷兰，那是方块酥，荷兰，嘉义，对呀，嘉义，错，不是，东港，嘉义，棺材板，下面，右边，右边，哎呀，那是什么？鱼酥啊？炒饭，这是鱼酥吗？炒饭，东港啊？东港，错，东港，东港在这，
对，鱼中答对，方块书答对，不对，酱油边右边右边，错，台南，哎，宜兰，雨伞，宜兰，三星葱，对了，雨伞啦，错，啊，宜兰怎么是雨伞？西罗酱油，错，西罗酱油，荷兰，错，台南，关庙面，美浓，三，右边，紫伞答对，宜兰，不对，木鸡答对。宜兰是牛舌饼哦，宜兰好山好水，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特色，是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元昊队在第二回合用掉的成绩是1分55秒，相当不理想。各位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，或是谁有能力可以介绍一下？来，台中太阳饼应该。不太熟哎，我很熟，因为我在成功岭拍戏。其实台中的太阳饼现在其实不一定要在台中才买得到，其实很多的休息站，甚至在台北都买得到，高铁站都买得到。然后呢，北埔的呢柿饼非常有名，因为北埔的那个九降风。哎呦，九降风的时候，东北季风吹的时候，风力很强，所以他们必须有产一些柿子，他们把它晒成干。对，客家人的一个阿婆铁蛋，台南的关庙面，对，超有名的。关庙面也是很有名，西罗酱油也很有名。西罗吗？这是淡水的铁蛋吗？对。各位，元昊讲的非常非常的对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几点可以补充的。东港鱼松。由于东港的渔获量大，在过去因为保存设备的不发达，所以常把渔获做成干货保存。而旗鱼是东港的特产，肉质有嚼劲，肥美而甘甜，所做成的旗鱼粽广受欢迎，与樱花虾成为两大伴手礼。了解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是的，台南关庙面，还有一定要用阳光曝晒才能制成的关庙面也很有名。需经过阳光曝晒熟成的关庙面，久煮不烂的特色大受外地人的欢迎，常十斤百斤的买回家哦。最有问题的大家应该是这个宜兰，很多人就想说应该是鸭嗓、三星葱，也有可能是三星葱或者是牛舌饼。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宜兰的木鸡呢，宜兰的木鸡是丁杠五名下 A 杠五出苗，苏澳的永春里就称白米瓮，盛产的姜某树是制造木鸡的好原料，这也是白米瓮又称为木鸡村的由来。来到这里的人呢，都会带走一双彩绘的木鸡当做纪念品的哦。或许大家不知道，在我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很多男生哦，他还是穿的拖鞋，还是木屐制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对啊，真的不知道。现在因为比较重。哎，对，你问你爸爸就知道了啦。什么时候办五十大寿啊？这跟那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台湾呢非常多的这个民俗啦，也非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玩玩。现在暑假的尾声，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带一些伴手礼回来送了，非常的不错哦。接下来换我们的统队。哦耶！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是的，统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， 元昊队请准备进去翻牌。哇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元昊队，请翻牌。什么东西、啊？哇，速度好快！导演号也没有翻好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哎呦，好干单哦！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统统猜不到啊！牛神比比啊！是聪明吗？马祖高粱酒，错，快！马祖，聚光笔答对，哎呦，这是什么沙子吗？一分什么？错，绍兴，冈山，羊肉，羊肉，你拉拉山就是爬山，这样拉山，拉山猴子吗？水蜜桃，还有什么？沙子吗？莲藕是那个啊，错。还有什么？五里是莲藕龙吧？花莲街肯定看得出来是花莲。是，水蜜桃下面，水蜜桃。绍兴酒，错。是什么？红五
海鲜味。黑糖糕。错。黑糖糕，这个我知道。那个在鹿儿岛吗？肚脐饼。肚脐饼。饼吗？月饼吗？啊，我还肚脐风哎。白盒，白盒，白盒，错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白盒不是那个，白照，苗栗，苗栗，不是白盒是豌豆，豌豆，冈山，冈山，啊，白盒是牛粉，豆瓣酱，答对，苗栗，下面，下面，肚脐饼，答对，沙子，沙子，莲藕粉，白盒，白盒，不，对，白盒答对，对，埔里绍兴酒。这局相还不错，相赢不错，真的，哦，好紧张哦，而且玩到都尖叫起来了，尖叫！各位，彤彤队在第二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37秒，不错。在这边有没有人有问题可以介绍一下的？我可以介绍吗？哎，好、啊，你介绍一下。啊，去。这个啊，花莲马吉啊，大家只要开车往花东方向，有没有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在各式各样的品牌在卖马吉。对，但是有一间是专门手工的。是是是。各位，我手上呢有一些资讯啊，好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宜兰牛舌饼，宜兰牛舌饼的特色是形状窄、长、薄，口感脆硬无内馅。不同于鹿港的牛舌饼，形状宽短厚，口感酥软，包有内馅儿，可算是饼干的一种。因此，除了在常温下食用外，冷藏后另有一番风味哟。那我想问马祖，马祖纪光饼。纪光饼是当地人招待外地人的特色招牌小吃，有马祖汉堡之称。其由来为明朝将军戚继光在剿灭福建、浙江一带的倭寇时，为了缩短军队的用餐时间，而且士兵又可以吃饱又有力气打仗的情况下所发明的简便干粮哦。而刚才让咱们王童误以为是螃蟹脚的就是莲藕了，每年冬季就是莲藕粉的产季。由于白河有火山泥浆的缘故，所产的藕节是又大又肥，也让手工制的莲藕粉是供不应求哦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常常去那个台湾的各地啊，尤其呢，我们有旅外的很多的朋友啊，是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他到世界，我们台湾的各地呢，去买台湾的名产，台湾的名产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很多非常有纪念价值。在这边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总共得到的是2分53秒。元浩队两回合用掉的成绩是3分03秒，是的，真是继欢迎杨丞琳，拥抱哎，他在拥抱哎，好开心。请问你是因为赢了开心，还是拥抱开心？都开心。哎，我们第一回合很快哎，第一回合很快。你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不能骄傲，元浩，你就是骄傲。你看，你又没报到，然后又输了。不要补报，补报。我有没有听过补考？没有听过补报的。乱来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这次记忆大考的赢家就是我们的统统队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呢，是不是有让大家上了一课？这暑假的尾巴呢，大家呢找时间好好的在台湾各地去走一走，玩一玩。是的，谢谢今天两位的参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湘宇。记得每晚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，拜拜。